买房终于要开始装潢喽，到底该选择开放式厨房还是封闭式的好呢？好难抉择啊！其实开放式厨房，我觉得是兼具美感，就空间美感，还有一个就是使用上的便利性的。一般的客人都非常担心油烟的问题哈。自从我自己使用过开放式厨房这样子，我发现是很轻松的，因为你可以一边做料理，一边你还可以看到外面小孩在客厅玩啊。房子小的话，如果用开放式厨房，它可以更有拥有那个空间感，就是说不会啊又被一间厨房隔开来了。开放式厨房最担心的就是油烟问题，建议可避免太多大火快炒的料理，或是选择节能锅具，可以减少扰人的油烟问题哦。